咪講到啊！今日我嚟當中咧係有介紹講員，因為咧你知下晝咧我哋咧就有愛牧禮啦，咁一班嘅即係德高望重嘅牧者咧就嚟到我哋當中咧係去即係做我牧團嚇，咁咧咁我就邀請佢哋咧幫我哋咧唔同嘅分堂咧係分享信息啦嚇，咁其中一位咧就係今日嚟到當中嘅一位咧德高望重嘅牧者嚇，咁我咧有感謝主能夠介紹佢啦嚇。咁咧，我一陣話俾你知點解我揾佢嚟呢度講道嚇。咁咧就認識佢咧，就係好耐啦，喺佢香港咧筲箕灣浸信會好多年嘅係主要牧師嘅工作啦。咁跟住咧，佢嚟到美國咧，係創立咗咧係 Stockton 嘅華人浸信會，係對當中咧係協助一間教會咧建成咗一座嘅係禮拜堂嚇。咁咧就跟住佢退休啦嚇，咁退休咧就而家咧喺美加華人浸信會聯會咧係我哋嘅。即係叫史家，即係歷史學家嚇，喺當中咧係研究咧，係同埋咧係即係講出咧嚇，即係呢個浸信會好多嘅歷史啊咁。咁咧陳牧師咧亦都係認識咗佢好耐啦，因為陳師母咧嚇就係我香港教會嘅護友嚟嘅嚇，咁雖然佢大我好多嚇，咁但係咧就嚇咁，但係咧即係佢都係我嘅嚇，即係護友啦嚇，咁所以亦都認識阿陳牧師啊。咁點解我講到咧？咁其實阿陳師母講咗一個。即係歷史嘅見證嘅，咁啊陳牧師咧，今年嚟緊咧就九十歲，係仍然侍奉緊，咁都係我即係、就是、我哋一個好即係敬佩嘅一個嘅牧者啦嚇，咁佢就咁多年講道咧嚇，咁佢都係堅持咧要講完道咧先落台嘅。啊，咁啊，所以今日佢因為佢身體嘅緣故啦，咁我都叫佢坐咗後邊啊，唔好佢行嚟行去啦嚇，咁亦都俾張凳佢，希望佢唔使企得咁辛苦啦。咁佢最出名嘅咧，就喺 L.A. 嘅國語浸信會咧講嗰一度嘅時候咧，就暈低咗。咁咧跟住咧，佢醒翻之後咧，繼續瞓喺度講道。啊，咁啊，咁呢啲咁嘅精神咧，我梗係要揾佢啦，係咪？如果唔係，我突然間要揾阿 P.J. 走上嚟，即係代講，係咪？啊，咁啊，希望今日我哋企位啲祈禱，唔使驚嚇。有啲咩事，我知道你會繼續講嘅嚇。好啦，咁咧就咁，我哋咧今日咧即係牧師咧講嘅道咧叫身在福中嚇。咁咧就係《申命記》28:1-8。咁我會替咧嚇牧師咧係讀咗呢段經文之後咧，就交時間咧俾阿陳牧師啊，請聽咧呢一個嘅《申命記》28:1-8和合本嘅經文嚇。你若留心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緊守遵行他的一切戒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地上的萬國之上。你若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這一切的福氣必臨到你身上，追隨你。你在城裏必蒙福，在田間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你地所產的，你牲畜所生的牛犊、羔羊都必蒙福。你的糠子和你的油面盤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耶和华必使那起来攻击你的仇敌在你面前溃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在你面前从七条路逃跑。在你仓房里以及你手所做的一切，耶和华必发令赐福给你。耶和华你的神也必在所赐你的地上赐福给你。願上帝的説話賜福俾大家，亦都將時間咧交俾咧陳牧師同我哋分享咧上帝嘅説話。唔該，好多謝阿梁牧師嘅介紹。今日係我嘅榮幸，點解咧？就坐喺度講。我記得咧，就喺新約嘅歷史嘅當中咧，有一個叫做。約翰使徒約翰，佢俾人抬出嚟，然之後咧坐喺張凳，坐貴妃椅嗰度講道，哇！我好羨慕，因為嗰陣時佢99歲，咁我就年輕啲啦，90歲，咪坐喺度。第二個使我羨慕嘅咧就係我最中意嘅崇拜嘅麥希珍牧師咧，佢又係講講下咧。想跌咁樣咧，即刻就坐張高幾張凳搭高咁俾佢講到，啊佢又講得曬喎嚇。咁啊第三個咧，我要今日多謝咧就係你哋咁忍耐咧，唔怕我講講下暈咗。啊，因為
啊，白一公啊，隨時係咁啦嚇，講講下暈咗。咁啊，請大家忍耐，我暈咗都會醒咗，都會講埋佢嘅啊。就請我哋祈禱，父親，你有旨意，求你藉著你仆人嘅口傳俾我哋。首先求你潔淨你自己嘅仆人，讓佢在你面前守潔心清，能夠成為流通嘅管子，好叫你自己嘅話語係毫無阻礙。我哋感恩，奉耶穌嘅名祈禱，阿門。首先我白耶公冇嘢講咧，就講啲笑話，又唔係笑話，大家都識講嘅。舊時咧有一個主人，佢要招待佢啲賓客，咁樣咧就叫佢個工人咧就煮飯。咁舊時煮飯咧係唔係我哋用電飯煲嘅，佢用個鍋嚇，咪同一啲加啲米咁。我舊時我先父我爸爸屋企都係用個鍋煮飯嘅，唔知你哋係唔係啊？啊，八九十年前啊，咁佢有個工人咧叫做阿福啊。咁佢就招待啲賓客嘅時候咧，佢就驚，咦，驚唔夠飯喎，咁就話俾阿福聽。佢阿福，如果咧有人客多咗咧，我嗌一聲阿福，咁你又加一殼水；嗌聲阿福，你加兩殼水，咁咪夠飯食咯。咁阿福咧就話 OK， 啊，佢唔係講英文嘅，好。咁咧，於是個主人咧就係招待啲賓客啦。點知有一個賓客嚟啦，咁佢超預算喎，阿福就即刻又加殼水。啊，第二個又嚟，阿福佢又加殼水。啊，點知成扎不請自來，跟住咧阿福就猛加水。最後一個嘅賓客嚟啦，佢又想嗌阿福，阿福即刻喺廚房走出嚟。福就變成一鍋粥啦！大家聽過呢個故事未啊？佢加啲水咧，個鍋唔咁多水，都唔係飯嚟嘅，係粥嚟嘅。嗱，今日咧，我就講阿福，你變成一鍋粥。你大家有幾多係知道咩叫福咧？你聽我講呢一堂道嘅時候咧，我有兩個要求。第一個要求咧，我的題目是叫做身在福中，有一句叫做歇後語，聽過沒有？聽過歇後語沒有？什麼叫做歇後語呢？譬如我說非洲和尚，歇後語是什麼？黑人真，火燒旗杆，長炭，這些炭很長的。咁啊，身在福中咧，歇后语系咩咧？不知福嗱，系嘛？个个都讲你真系身在福中就不知福啦。我哋对个福有咩认识咧？嗱，好多人讲唔出呢个福咧。英文咧叫做 blessing， 但系讲凡系个讲 blessing 咧，就唔会系讲一个主动词嘅，梗系 be blessed。啊，所以如果你人哋打黑字咁，你 God bless you， 係 God bless you， 就唔係你 bless 佢喎。啊，所以有陣時我哋崇拜完咗咧，啲牧師祝福咧，唔係牧師可以俾福你嘅，除咗麥基洗德之外啊，係牧師代神講祝福你。所以呢個福字咧係從神而嚟嘅嗱，咁我哋要聽金堂講到咧，一定要記得呢個歇後語。你想蒙福咧，就有個歇後語嘅。一陣間我講咩叫做福咧？我哋中國人咧好現實嘅。啊，福咧嗱，我係仲有一個要求咧，就我哋當中咧就唔係嗰啲。不懂中文的，個個都要懂中文，是吧？有些年輕的就懂聽，不懂說，不懂寫。你看看那個字，福字，看那個福字，
一邊咧係叫做一口田嚇、啊。我哋中國人咧好現實嘅，咩叫做福咧？佢又話日出如作，日入如息，作井而飲，耕田而食，有啖飯食，有件衫著。哦，呢、這個福啊，係幾千年嗰首詩咧，係四千幾年、五千年前嘅中國嘅古詩。我哋要求嘅福咧，只係一口田就夠啦。啊，皇帝、老子啊，乜嘢主席啊、總統唔關我事啊。總之有啖食，好多香港人都係咁話啦。邊個嚟做皇帝啊？我都啊都唔理啊。總之揾到食就得啦，係咪咧？當然唔係啦。時代變化，如果淨係俾啖你食，你就係福。咁不如你去做牛啦，做雞啦嚇。就啊，唔係做雞呢、這個雞，係做啲畜生啦嚇，有得你食咁。現在要求很多、啊、我們現在呢 要求什麼呢？特別是新年、啊、今個禮拜就新年來了，農曆新年，我們要求五福臨門、啊、中國五福臨門，五個福，什麼叫做五福呢？第一，有錢、啊、富、啊、第二呢，貴、啊壽即係長命啦，第三咧健康啦，唔使幫襯醫生啦。咁啲醫生咧就因為你成日食蘋果啊嘛，醫生就遠離你啦嚇。咁啊有錢、健康同埋咧啊長命，同埋咧又好德，即係話你個人咧。即係人哋好有道德嘅啊，唔係作奸犯科嘅。仲有一個咧，就考中命，即係死得好。死得好都係福咩？係啊！哇！我見過一個誒姊妹咧，佢係一個執事嘅太太。咁樣咧，日頭咧就嚟禮拜堂。佢禮拜堂好得意嘅，一路袋住好多銀仔銀紙，一路行咧。禮拜堂門口好多乞衣喺度，佢一路行一路派，一路行一路派。聚集完咗咧，佢就同我講：德全，你嚟我屋企啊，同埋牧師啊。於是我哋成班牧師執事咧，就去佢屋企。佢翻去自己沖涼，撒曬香水，著曬衫，就話俾我哋聽：我要走啦。嚇！你今朝先嚟個聚集。原來佢知道自己幾時死喎、啊！真係又叫埋啲仔女，叫埋嗰啲孫，咁就死。我就話，我哋個牧師就話：，誒、欸，我同你打電話，唔使啦，我走啦，咁就 quit 咯，咁就 quit 啦。嗱，呢個我哋五福臨門啊，最撈尾嗰個福，咁都係福。係啊，我哋中國人好現實噶。啊！如果你話啊，天地善搭起曬，哇！成幾年都死唔去，中國人就最慘嘅。嗱、啊，咁係咪真係五福？五福係我哋中國人認為嘅福咧？唔係基督徒唔係五福喎，我哋八福喎。嗱、啊，呢八福係咩福咧？嗱、啊，你睇下啦。八福咧就是、馬太福音第五章，耶穌自己講嘅。佢話：虛心嘅人有福了。唔知道有冇打出嚟啦嚇。第二，貧窮的人有福了。為受逼迫有，總之冚唪都仲有一樣叫做温柔的人有福了。咁你話嚇係咪即係？是變成好姐啊，或者係好温柔啊？唔係啊，呢、這個温柔呢個字咧係點解咧？係一隻馬俾人框住個口，勒住佢，左佢就行左，右佢就行右。嗱、這個字咧，温柔呢個字個動詞就咁解嘅，即係俾人指啊嚇，俾人指你打工嘅時候個老闆，誒同我呢啲嘢去咁呢、這個 OK， 咁呢個就温柔啦。
咁啊，唔系做 boss 咩？系做奴，俾人指咩？吓、啊，有福啊！嗱，马太福音讲嗰八福咧，样样都唔系我哋所想。空虚，哇！而家有啲人好一空虚咧，就变咗忧郁症、贫穷啊、哀恸、温柔啊，俾人逼迫，俾人话。是不是都不是福利的，但是你记不记得，无论是中国人的五福，或者圣经主耶稣讲的八福，要有一个歇后语。有个歇后语呢，就是了。什么歇后语呢？这个歇后语就叫做以马内利。当你有钱的时候，五福临门，有钱嘛，富足嘛，但是你的歇后语呢，就要有神，你那个钱才可以保留得。你今天知道世界上有很多无神的国家，现在呢是专门捉的有钱佬的。啊，你说有钱就糟了。我记得几十年前呢，那乡下的人走出来，香港澳门，为什么呢？因为他有钱。哇，那人呢就三反五反。有钱未必有福啊。但是有个歇后语就是了。如果有上帝呢，你就有福。有上帝再加上有钱呢，你就有福。如果有上帝加上你长命呢，你就有福。所以中文的福字怎么写呢？你再拍一个福字我看看。个福字就是一口田，你耕田用来吃饭穿衫，但是旁边有个礼衣边。这个礼衣边不是两点的，是一点的，是上帝。我们中国古时呢，好懂得真敬拜上帝。有上帝就有福，没有上帝，就算你有一口田，你都没有福。你说是吗？中国人造字很重要，所以我就说今天你听到你一定要识中文。如果你撑艇仔，那个一口田就变成逼了，被人逼害了，所以你一定要上帝。当你读八福的时候，你有定以马内利。什么叫做以马内利呢？就是我们的神，当他看见他做人的时候，这些人个个都走迷路，世人都犯了罪，个个都是没有福气。于是在以赛亚书，他说神要赐下一个他的儿子，为婴女子所生，他给我们一个婴孩，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呢？以马内利就是神同在。所以当神应许的时候，他要给人明白有上帝有神同在就有福气。好像耶稣说，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就是福了，生丰盛的生命就是福了。咁在旧约，我哋嘅神点样去解释福俾以色列人听呢？因为佢拣选佢嘅子民，于是神话我与你同在。点样同在啊？你唔需要耕田，我落嗰啲玛拿俾你食。我都不知道你同在，不要紧，我给你看。于是以色列人在这四十几年的当中，日头就有一条云柱向天下来。神在那里同在，我们真是有福的子民。晚上呢有火柱在天上降下来，在个荧幕的前面，神说我与你同在。耶稣临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告诉他，
你们不要惧怕，我与你们同在。有神同在，虽然你是空虚虚心的人，但是他歇后语就说，有神与你同在，你就有福了。有人逼迫你，为义受逼迫，有人讲各样的坏话迫害你，但是主耶稣说八福，后面一句，你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什么？以马内利。因为你信耶稣的缘故，人要骂你，耻笑你。我记得呢，我初不再来美国，咁我喺三藩市，唔系租间屋住啊，吓咁样咧，个业主非常好，咁啊就虽然咧佢个冇黑蒙蒙嘅，佢个冇窗口嘅，哇！你住嗰啲冇窗口嘅屋面咧，咁我哋一家四口都住喺度。咁后来咧，咁我又做牧师啦，我搬去士德顿啊，又见翻嗰个业主，原来嗰个业主喺三藩市有就是。咁佢招待我啊！你系我嘅住客，我请我食饭。咁我食食下咧就话：啊，你系做咩噶？我咧就做牧师嘅。佢即刻块面即刻青色上嚟，差唔多要收翻晒佢啲送菜。点解？佢好唔中意你啲老番和尚啊！我个家父啊！当我信耶稣要准备读神学的时候，他就说，我不喜欢我的仔做老番和尚，他叫牧师叫做老番和尚。在八福里面他说，有以马内利，你被称为神的儿子，所以你说，哦，那些叫做福，是啊，有以马内利的人，他的生命必更丰盛，这个丰盛的生命呢就是福。明白明白。所以新年的时候呢，恭祝你迎春接福，就是恭喜你有神在你心里面。当我们当中，如果你有未曾接纳耶稣做你的救主，做你的神呢，在新年的时候你快点快点以马内利，因为神与你同在。那你说牧师有咩有冇乜嘢秘诀与神同在咧？有嗱，你要记住三字圣经，这个叫耶稣秘笈啊！我哋打功夫就武林秘笈，耶稣有个耶稣秘笈。如果你有笔咧，你可以写低佢嗱。耶稣保证与你同在嘅。第一，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八节，人就问耶稣：耶稣啊，我主啊，夫子啊，求你教我祈祷。咁耶稣知道佢嚟咧系为要赐福俾人嘅，于是佢就俾个武林秘笈同在秘笈俾我哋。佢话：嗱，我教你啦，我们在天，识唔识背啊？好唔好？大家一齐背下主祷文啦！一齐背啦！一、二、三，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哇，非常好啊！你哋教会个个都识背。嗱，呢个秘笈系主耶稣教我哋，你要背呢个秘笈，好似人哋啲武林要揸住本武林秘笈咁样咁啊！第一章你要背，点解咧？在这里是说神与我们同在，这个神呢，哇，他很威严，很权柄，很丰盛，他是每天要给我们粮食，好像一口田一样，一口田，我们日用的饮食，
每日嘅飲食，佢唔會缺少俾我哋。咁但係有個嗰、那個秘笈有個問題喎。神以馬內利與你同在，佢有個條件嘅喎。咩條件呢？我有個我太太阿師母有個老友，佢係好潔癖嘅。佢咧一放工翻嚟咧，即刻用啲紙巾啊抹地嘅，日日抹。佢點解咧？我翻工只鞋啊踩出邊啊唔得。咁有一次咧，佢嚟我屋企，因為佢屋企咧唔知嗰棵樹咧有啲咩咁啊，佢嚟我度住一晚啫。咁啊，第二我話好嘛，好唔好啊？分啊！佢話好啦，我翻工啦。咁我落去睇下，成卷紙巾冇曬。喂，我開包紙巾俾佢，我哋做乜時間？我話：，你個樓下好污糟啊！唔係喎，我請工人掃過曬喎。你睇下，成卷紙巾都抹唔曬。我係潔癖啊，啲潔癖嚟噶嚇，所以咧。有陣時我去探佢，你唔好上嚟啊！嚇，你上嚟我要你剝鞋又唔好意思。上帝都有喎，你知唔知道上帝都有潔癖嘅？聖經話神討厭罪，有罪嘅人見唔到神。你記唔記得以賽亞書第六章？以賽亞喺聖殿裏邊見到神，唔係直接見到神喎。佢見到佢件衫啫喎，神嘅衣裳垂落嚟，啊！上帝喺嗰度，於是嗰個以賽亞點講咧？哇！呢個咁潔癖嘅上帝，佢一你有啲咁多嘅罪，佢即刻就殺你，即刻就殺你喎，係咩？我哋嘅係上帝好嚴肅，佢冇你記唔記得有另一？於是以賽亞咧，即刻就五體投地，佢話：禍哉禍哉！我滅亡了，我係生在嘴唇不潔。佢個身好乾淨喎，但係佢嘴唇不潔啊，講人壞話，講人是非。個嘴唇不潔嘅人當中，以賽亞先知佢了解上帝，佢就見到上帝嘅衫啫，佢知道上帝要嚟啦，佢發覺自己污糟。五體投地，弟兄姊妹，我哋嚟到神嘅面前，以馬內利，你必須你要赦免人嘅債，又求神赦免你嘅債，你先至與神同在，你先至得福。咁解與神同在會得福呢？牧師，我問你啦，點解與神同在會得福呢？因為神係賜福嘅神啊嘛。我又講個比喻你聽，舊時西關，你聽過西關未啊？廣州，因為外國人嚟做生意咧，西關好多買辦，好有錢嘅。咁佢咧有一個有錢嘅咯，咁佢有個孫，佢自己覺得揾錢係好艱難。個孫咧咁自細喺度玩機唔得，我要訓練下我個孫。咁於是咧佢就。你大家都聽過啦，啊啲西關嗰啲老有錢佬咧，佢帶埋個孫去做乞衣喎，啊俾個缽佢，啊買個缽，咁啊帶埋佢，嗱我帶你行街做乞衣，啊先生俾個發財錢啦，咁做乞衣，點解咧？因為揾錢唔容易啊，你自細要做乞衣啊，攞翻啲錢，咁呢個有錢佬咧就帶住個孫行。咁個孫咧就一路行一路乞，咁見到人哋食飯，咁個孫就走入去，先生，咁啲人就啊，唔係俾餸美佢喎，即刻咧拎啲好豐富又雞啊，又咩大白鱔雞牛百腩咁啊俾佢食，嗰個細路食完之後攞咗啲正嘅飯菜就走啦。點解咧？點解我乞食想攞餸美，你反而俾好大鱔雞牛百腩我咧？哦，原來佢嗰家人咧睇見同佢一齊乞嗰個咧係佢個老闆，大有錢佬，同埋佢嚟，
哇，有錢佬個孫，你俾餸美佢得了，翻去啊，即刻扣薪啊！嗱，以馬內利同你同在，蒙福就係咁嘅意思啦。啊，你受苦咩？但你唔好忘記，同你同在嗰個係大能嘅神。大爱的神，以弗所书第三章讲到神的大爱长阔高深，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神是他的大能力，大能的神。哇，我们的神伟大，你怎么在神和你同在的人怎么会没福呢？你有什么困难？你饥饿吗？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你贫穷咩？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富足。点解啊？因为有个大又丰富又识会医病又创造天地嘅神以马内利同你同在，你想受苦立刻就变成一种祝福。所以你读圣经，你要识一条歇后语啊！你唔好忘记啊！圣经话哀痛的人有福了，咁我想求福啊，咁啊于是成日喊啦，对唔住，哀痛系冇福噶，喺哀痛后边嗰个上帝与你同在先至有福，上帝安慰你，他们必得安慰。如果你冇咗个上帝，冇咗耶稣咧，你喊成日啦，你继续喊。啊，我最近啊见到有一个好哀痛嘅人。有个独生子，好有钱，突然间死咗。个妈妈都唔知道，啲人都唔敢讲俾佢听。后来冇办法啦，咪讲俾佢听嘅时候，哇，喊到个天会跌落嚟。佢哋喊我，我求呢种啊，我求啊个求福啊吓，啊叫我个仔死啦，咁啊咁我可以喊，唔系。哀痛嘅人，佢先至有机会上帝。安慰他，有上帝，好了，所以呢，主祷文呢，就是叫上帝，我们的神与你同在，他每日供给我，同埋呢，是宽恕我们的罪，求上帝给一些纸巾我们抹地，抹清晒我们的心灵的罪，得咩？得，咁打个附注，请你写低佢。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果犯了罪，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饶恕我们一切的不义。当我们认罪的时候，神就免我们的债。武林秘笈第一章主祷文，翻去背熟佢。嗱，你已经识背啦。第二章系乜嘢咧？我想得福系点样？第二章系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三十五节，系耶稣讲嘅，但系福音书冇记载。你话系咩？耶稣讲的说话福音书没有记载吗？是这一节啫。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是保罗记听的人讲，他就讲翻出来。他说当纪念主耶稣说乜嘢？施比受更为有福。施出去又有福了。有一个牧师，他的太太，他的师母呢，有个花名叫做宋太祖。为什么呢？他有什么好呢？当然是送给人的。人家有些虾饺啊、烧麦啊，送给他。他第一时间就送给人。那个牧师说，喂，即是不是有人送些东西来的？哦，我送了给他了。那我呢？我们出去买吧。咁嗰個牧師咧就同佢起個花名，叫做宋太祖啊！即係送得太早啦！
自己都未食，嗰度送咗俾人。趙匡胤啊，宋太祖啊，嗱，施係比受更為有福。如果你話我想做一個有福嘅人，請你唔好忘記俾人，俾人啊！我赦免人嘅債，俾人嗱呢個第二個口訣，記得啦啊！第三個口訣咧，你想得福咧，嗱又係耶穌親自講，佢仲講得好白添。咁你睇下馬太福音最後尾個章28章。28章，18到20節。嗱，你好唔好？你哋睇到一齊讀咧啊！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浸，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要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嬲尾嗰句，我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呢個就係以馬內利，係常與我們同在，與神同在就有福啦。眼淚變咗歡笑。有錢你可以保守你保留你嘅錢，死得好，耶穌都俾你死得好。要有咩條件咧？你話啊，要條件嘅咩？要你得救就唔使條件。嗱，我信耶穌就得救啦。但係想有福咧，就有條件嘅喎。係咩？聖經邊度講啊？聖經梗係講啦，唔通牧師呃你咩？在腓立比書第二章，他就說你要造成得救的功夫啊！得救，白白的得救，你不需要做一些什麼，不需要周濟啊，不需要做什麼好事，你信就得救。但是呢，你想有福呢，他就是得救的功夫。耶穌就告訴你得救的功夫了。他先說自己多麼有力，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我，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他的父神的使命，神就将他升为至高，高过天上地下和地底下的所有的，他都高过他。所以耶稣敢夸，他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给了我，我要得福就得福，我要审判你就审判你。所以你哋要做得救嘅功夫啊！好啦，所以呢个就系浸信会啦。嗱，浸信会咧系使万民作佢嘅门徒，又奉父子圣灵嘅名求佢施浸，而且咧又出去做门徒训练，凡系耶稣所吩咐佢，都要教训佢遵守。呢个就门徒训练。如果你傳福音，你受浸，你做門徒訓練，加埋守住餐啦，耶穌吩咐嘅嚇，佢就與你同在，佢與你同在，你五福臨門係真係臨門啦，你有錢唔怕共同，唔怕共同富裕。嗱，而家有啲無神嘅國家咧，同人共同富裕喎，你有錢咩？我同你一齊有錢啦嚇，你分啲俾我。有錢有神喺度，佢保守你嘅錢，長命健康有得死得好，都係你嘅福，因為有神祝福。弟兄姊妹，記得嗎？嗱，三個秘訣，三個補給。第一，主禱文；第二，使徒行传第20章35節，第三这个大使命，一个应许的大使命，我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祝福新年蒙福，新春蒙福。你不需要走上阿里山，在新年的时候看日出来蒙福，
就在你自己的心里面过新年，认你的罪。你说仲有冇知道认罪会系啊？你记唔记得耶稣出嚟传道嗰啲啊？佢一出嚟传道，梗系讲啲最猛嘅嘢啦，系咪啊？你记唔记得耶稣自己传道讲乜嘢？嗰阵时仲未有门徒啊，有门徒都系第二个浮啊，未有使徒啊。耶稣到三十岁嘅时候，佢出嚟传道，佢话天国近了。你们福音啊，你们应该悔改，信福音，悔改，信耶稣，然之后呢个音咧，呢个消息咧系有福嘅。各位，你想蒙福，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信福音。我哋低头，我哋祈祷，父亲，我哋喺你面前。我哋惭愧，我哋只系想白白嘅得你，但系我亦都唔几谂到，我哋要白白嘅写出去，传你嘅福音，使万民作你嘅门徒，只让佢遵守你自己嘅教训。求主帮助我哋过着蒙福嘅生嘅日子，系过着。得生命得的更丰盛的福气，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多谢陈牧师的分享，我们。